你说把墙拆了，然后就能说的特别好，呼吸动挑战是。好，让我来介绍一下游戏玩法。两位老师面对面，好，从现在开始就可以面对面了。每个人一轮，一个人站直不动，另一个做出比较撩的动作或者说出比较撩的台词。如果对方笑或者破功，则代表对方不心动挑战失败哦。好，谁先开始？你们俩可以自己定。你先吧。这个还能再近点吗？入同不了框。对对对对对，是是是。对，我们是啥手机？破手机。哎，我遮到眼睛。哎，哇，这就开始了，破功了。他们两人同时的，那这轮不错，再来一轮。我完成到一半，自己躲了起来。好，控制一下，嗯。等一下，刚谁先笑的？两个人又同时笑了。我觉得我脑子有好多想法，然后感觉不太好。怎么不太好？说出来，让大家评判好不好？放心，没回事。嗯，哇！嗯、我仿佛应该离得远一点。他们俩一直在笑，这怎么办、啊？导演，这个怎么算呀？我们再来一遍吧。要等到一个人不笑，另一个人笑的时候，才能分出胜负。来吧，正儿八经了啊。他们俩在很努力的忍着。徐老师先不笑了，颤抖了嘴角，对面抽搐，开始发抖，看一下嘴角。好，我赢了，耳朵红彤彤。